我是蔡医师嘛，因为你年纪61岁，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到你的心脏、乳房摄影、心电图，这些都检查都正常吗？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是都在植山秀传做了吗？ 对。因为61岁不得不特别小心。你的心脏内科是陈龙生医师说你的心脏是可以负荷得了怀孕吗？可以啊。好好，那。还是我这几天再过去。对啊，你在几天问他，因为这个他也是有开那个诊断书，说那个都可以啊，这很铁定的、啊。哦，他那如果因为这个我们尊重专业，61岁怀孕真的最怕的是心脏问题。哦，所以你如果说最近再去看陈主任，你再跟他说，再次在担心61岁到底怀孕，心中会扛起来呗，哈、哦。嗯，啊，伊就讲我已经问足侪遍了，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了，就是说你要怀孕很简单，但是要健康的怀孕更重要了。啊，对。好好好。